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今天我们冒出来巡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鳌峰路上。这边呢，我们竟然发现了一间新厂，而且这间新厂呢，好像刚开不到，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哦，一个礼拜多，因为我们刚去小琉球玩了三天两夜回来。那个时候我们出发的时候，这一间就已经开了，所以这一间大概开一个礼拜左右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这间新厂小玩一下。那我们就先来感受一下公仔台。这台公仔台就是无线枪位型的，它的东西都是斜坡，所以应该都很容易带过来。下爪还行，它下爪大概是 2.1-2.2 左右，先想办法把它吃一下，吃弹，先把它的东西挤好挤满，因为它前面正门有一个玉田，玉田应该可以打脱钩，走过来，哦，直接来，这爪力有没有强？安呢？哎、欸，会拖会拖。如果他连抓这个都会拖的话，玉田应该脱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哎、欸，二楼。那我那么快乐意。哎、欸，他可以打二楼吗？以他的速度还行，但是就怕前面那个这个有点高，过不太去。但是应该。它的速度算不算快？应该可以拨一下，再拨看看。勾起来！哎呦！哎呦呦呦！它左边那个脚已经快过了。哎呦！哎这、哦，这个应该过了吧？再点，没有勾它一下。没有勾它一下。哎嘿！突破。嘿、hey, ，我们出了一个哎，关河煞波白阵，你先逆这一个，可是这个在这边有好处哎，不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在这边，你看如果上去的话，这边没东西的话它就会潜下来，但是这边有东西的话它就放在上面。那我就先这一个，我看能不能把上面先带过来，因为玉田我觉得可以直接跟它打脱，我们先把上面的带过来看看。中上上了，但是这个高度不太行。来弹一下，哦哦哦哦哦！他这里怎么办？拨一下，拨，怎么跟刚刚那个角度蛮像的？拨，因为这台爪力几乎好像开蛮强的，拨啊！你看，我啊，你看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就说这一盒不能动。哎，这个是金正，金的。然后玉田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先不动。因为玉田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去最后面，让公仔往前弹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先想办法把东西带过来。还是不然，我就玉田先打掉了，先把。动一下，好，中，有了，弹，好了，来，差点出位，对啊，然后再拖一下这个，勾啊，把艾斯勾来它的后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拼这个玉田，哎呀，黏住了，不然就是先这一个。这个先想办法带走。哎，抽他吗？哎，我抽抽看。哎，好像可以起来，因为他后面那个要补位了。再吸一次。哎，上来了。上来之后呢，玉田要先动了。然后。再拨过来。对。哎呀，好，可以直接来了。玉田吃到，打到，下来。它中间那一根是软的吗？算软的吧。掉下去，折断它。
那就有点厉害了哦。哇，这个凹不到，再凹一次，中，凹到了。哎、欸，啊、欸、呼，卡住哎、欸。这起，拖，拖。这玉田那么重，平台、欸，平台，这个真的很完美。哪里跑？呜呜呜呜呜！七颗。没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艾斯中，哎、欸、嘿，哎、欸，哪、啊、里？过来。哇，算了，那我就中间那一盒。嗯，中间这一个，动一下，弹。哎、欸，拨。哇塞！太空啦！嗯，对啊，被我们打空了。你看打了三盒，三盒之后里面就会略空了，所以我们要适可而止，就是要做一个停损啊，比如说再打个一盒。嗯。中。过来。哇，飞了。来了，丹妮，弹一下，吸啊，吸，几只宝？哎呦！哇！卡洞，卡洞，我拨他的屁股一下。不，哇，不，还是我不理他。来了，这盒中的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太多了。对啊，中，弹，好，这角度好，哇。重，他感觉很重啊。对啊，很重啊。弹，弹不过来。对啊，这就卡住了，先出吧。他剩一个脚，压，压，出喽。好，最后要做一个取舍了。就是这个鹰眼可以考虑打掉了，用不到你了。虽然这一个好像帮助我们出货蛮多盒的，几乎都靠他出货的吧。中，齐，他直接放哎、欸，破，45度角。重啊，还是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了，因为我们其实打蛮多盒的，因为它的空间感会越来越大。那我们就先出这四盒吧，我们去寻一下其他台湾看看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小玩一下这个弹跳台。嗯，因为它这一台非常之屌，它弹一戳一嘛，它上面可以戳到一个非常高单价的公仔。这一只应该我印象这一只价格应该不会低哦，低赏不一定，我们一发入魂直接把它抽走弹看看。但是我觉得这一台应该会好弹吗？因为这台就好像蛮正常的那种标准的弹跳台，你要弹到出运气要20块，没有雷宝中，弹不过来。嗯啊，这就很像一般的标准的弹跳台，就觉得它难度应该，哦，差点冲出来。我因为我想试着打反拍看看。
弹出来了。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正常的正拍弹下去，因为台主会设定这样，会这样子丢回去丢回去，但是我刚刚都是试着打反拍，让他看能不能丢前面。嗯，带夹物我们可以戳一洞，最后一洞，嘿，看有没有办法一发入，你直接把他那个布罗利给抽走。对啊，出带夹物抽完对讲拍照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抽一洞，然后再密台主好了。嗯，应该是同同讲，然后这一个是七号。如果我们一发入文抽到七号，那真的是报喜了。感受一下七号在哪里？我最后一洞吗？真的吗？它有一个七哦，你的最后一洞是这个。对啊。我觉得台主会这样子吗？把它设在最角落。好，那就选你要的喽，就这个洞哦。等一下没抽到怪我。没抽到就没抽到，因为我抽的那一洞也不见得抽得到。确定。来了，不管了，就这一洞了。确定。来，不管了。哇。最烂的车用方向啦，可惜可惜。那台主那边有写了什么？出带甲物抽一个，两个出完摆回红色位置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帮台主摆回去机台里面，因为我们刚好灭了台主了。OK， 我们帮台主摆回去了，那这个我们就等一下再兑换吧，再去玩其他的。后旁。打出来。嘿，那我们再夹了这个巨无霸给旁边那个马路上太吵了，那我们就明天再来。我们来到了第二天，就是隔天来这边稍微再巡一下。但是我们来到这一边呢，第二天来了，整场看了一圈，就只有公仔台有舞台，其他的全部还是原位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了。台主可能刚好随手补一下公仔而已吧，那其他台都没动。那我们就只好再打这台公仔台了。打之前是不是要把这个写真夹再坐在这里，先拉一下。写真夹要出货了，来，我先把这个。哎，有没有改台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甩服一样。啊？30块。30块，写真夹没有作用哎。刚刚那个太薄了。对啊，刚刚那个是真的薄了，而且那一个何况超新，破过几率本来就超高了。中，起。好，先这个艾斯好了。哎呦，今天好像捏得不错薄哎。状态不错。哎呀。稍微让我吃一下，吃，哇，飞了，中，倒了，哎，后面要补位了，卡普吗？卡普，我觉得可以稍微动一下，那我就卡普吧。哎呀。哇，怎么飞进去了？对啊，那这一个很重。哎呀，排排站哦，卡普没过来，很可惜耶。卡普再拉下来一下，异世界吧。哎呀，直接动异世界好了。卡普下来，差不多了。来，一窝座补位，那个 QP 一窝座好像没有打出来过哎。对吧？原色的有了。嗯，那这个应该是异色的。对啊。异色的没有。中。看。哦，后面有东西就是不一样。那我这个卡普。然后写真夹。中。哎呦。哇，这个。小挤，那我这个动一下，逆一下，哎射，很好，就在这个位置站着，怎么跑走了？哎呀，来，艾斯，拖一下二手啊，这角度。写真家
哦，可以吸吗？我试试看。哦，后旁。又来。又来，又是这个。那我先艾斯好了。撞他。嗯，用艾斯撞他看看，两个一起出。可是不对啊，这个人要先出，我的艾斯可能要出，我就弹回去。拨一下。对啊，拨一下。哇！不能吃到哦，它卡在那里。对啊。勾。勾。嘿嘿，勾到了。夹那一个啊。哎呀，勾到了。来，再来是艾斯吗？弹一下，嗯，后面有东西就是不一样。拖，看能不能刺到一个三角处，它整个往前面浮一下，这样子。哎呦，没起来。这个能不能下来？下来，出来。这个嘛，哎，艾斯。哇！打眼！哼，那河况不是很好吗？对啊，当然呢。拖？没有，我是要让它拖在上面。哦，我靠！哎，怎么？一直卡，一直卡，今天啊，中。这个只能靠极致宝。脱钩，不然他会碰回去。我也怕、啊。中，弹，用它中，爽哦。艾斯再来一点，不然我也想要夹那一根。现在这个真的只能靠极致宝了。来啊，直上下，弹一下，起来弹。来了，觉得会碰回去耶？不会，有了啊！后旁，你看，出货的东西啦，前面都是凹的，对啊。拖勾，哎呀，为什么那只尺不要拆了？怎么可能？哇塞，过，不能吃到哎、欸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又来这个。这个我没办法了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卡了，已经明明就出货了，喷过去这个真的必须给它点下来了。金价没塞，拖，哎，重，起，放，弹，拖，弹。是还好啦，再抓个蝴蝶人啊，中，中，弹一下，封起来，封起来了。那、啊、这个能不能下来？这个从昨天就一直躺在那里，站在那里给我下，可以可以，他拖一下，点一下，提早二手，他会扒了一个力道，应该是下得来。OK。救起来了，不要喷哦。好，极致宝脱钩，脱。哇哦！过了吗？快过了，我直接封了。封了，封了。出来了吗？终于来了，我的艾斯，我的一窝座，这两个是我最后的目标。
吸。飞盒刚刚很不乖。对啊，明明就要出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弹，你看后面有东西就是不一样。飞，一窝坐，撑住它。吸，异世界，包了去，帮一下。他快帮了，那我就再点他一下。点，好。会不会太挤了？挤好挤满啊。哟，这是甩打吗？甩打或者是甩钩啦，就是不要吃到，不要扎实的吃到就好，这样子钩。扎实的吃到就好，这样子钩。哇！嘿，没卖没卖，一窝座呢？剩下都标准盒哎、欸，还是这样就好。对啊，是不是这样就好？嗯，那我就把这个冻掉了。好，外丢。它的标准盒只要一过来，你看它连那个洞都过得去。吸起来、欸。吸起来、欸。好像越来越顺哎，它竟然吸得动哎！哎呀，弹！这个一窝座也可以吸啊。对啊，我就想要这个一窝座。这一窝座，我等下我试着，我们就抓个扣打100块。嗯。以内没有打出来的话就不要了。脱。目前这个现况是很好玩，因为它有做一个斜坡，很容易来到洞口。因为所以台主才会做这个比较缩洞口的防御，不然他这样子会被粗暴。哎，逆一下这个 ，feel， 不然点到一下好了，这样子，好了，来，拖，哎呦，有拖，哎呦，总不把那个给勾掉。翻哦，应该不太行，这个角度。哦。哦。哦。它吸起来了。吸啊！而且被青苔哦。没有青苔奖哦。吸。脱。哎呀呀！没的。对啊，这一窝座真的是摸人呢。好，最后十块，最后十块，这角度看能不能浮起来。阿内，叮，啊算了，一窝座摸人。好，那我们第二天呢，来到这边，我们总共就夹这2、4、6、7盒吧。我们夹这七盒算是非常的顺，我只有看到两盒到了300多块。其他都是可能一两百以内就出了，只有两盒是300多。我之前没有拍片的时候，我曾经有打出过一盒啦，但那一盒好像是金正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嗯，也忘了。反正我们这一次呢，是这一盒出的是在拍片之中第一次出来的。这个是江吉士，蛮不错看的，它整体是蛮新的，它的盒况也接近到8角，而且是30块就出。那我们就把这一盒30块的运气送给大家吧。那这一盒的抽奖方法要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